哎，这个怎么弄的？打不开的这个。啊，明白。这个刀好像有点不行。哎呦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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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太厉了，真的不简单了啊！啊，为什么选这个地方？那么多树叶啊！还好就是今天没有打风。哦，如果打风的话就惨了，所有的树叶都掉下来。啊，虽然看出来很好看，但是清洁也挺麻烦。哎，怎么搞啊？卫生部长。什么？搞定没？哇！但是我的习惯又出来了，就是我最怕不整齐，每一张桌、每一张椅子都是同一样。我的厨房需要你。好好，来来来，好多东西要洗啊。我知道，同一样的。你干嘛？我想要试装，这椅子都是同一样的。同一样。什么同一样都不一样啊？所有的纹理都不同了。有柴不要。做这柴不好啊。有一样了，等你啊，快点喽！来，有了，一样的。我排这个凳都是同一个方向，纹理都是同一样的，坐上面的台也是同一个方向。向着那个门口的，因为我觉得每一个客人进来我们店，如果他看不见是什么的话，那个感受不好。所有都是同一个方向，你看起来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整齐的感觉，要整齐，看出来就舒服。